讲到尾啊，要替太人讨一个公道，煞叫赶出来。太人看袂到金头，鬼人失神失神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都来了，金头。啊！不要！啊！你这小子，我做鬼！金头小姐，你干嘛安怎？跟我那个兄弟结掉啊？啊，是讲你靠去闹着？你有受伤无？我无代志啦，不过你有代志呢。无啊，我哪有代志啦？啊，喂！喂，喂，喂，你好干嘛啦？我是安怎？我来落这里做伙啊。你头家要跟你打伙，我昨天来去找大夫啦。无人为着要救我，头壳才会受伤、甲流血，搁为着要关心我，连家己受伤拢唔知影。伊想说要这么关心我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我在家啦，我在家。金头，真正是你。我是不是在迷茫啊？你无在迷茫啊？金头，你未受计划，你是不是知影我是谁？我唔知道你是谁，我敢那会记得我捧一碗饭给你吃，嘛知影你有着要救我，头壳才会去予遐讲着。啊，不过我唔捌你。嘛唔知影你是安怎，一直要甲我高高低。唔是我爱甲你高高低啦，咱两个人的关系哦，绝对唔是实在遐尔简单啦。我对你的感情哦，受酒大过呢。啊，对啦，这朵花哦，会当证明啦。花蕊哦，我落伫恁兜去啊。对啦，你遐唔是毛留一蕊，表示讲哦，你无甲咱两个关系放袂记啦。我真是听无你咧讲啥。无你对我来，要去倒啦。太人就安尼带金头去虎头山，将迄暝发生的代志原原本本拢讲互伊知。金头愈听是愈惊吓，唔敢相信讲家己竟然做出一款唔知见效的代志。金头，你相信我啦。你讲吼，佮爱我对两女好手段，爱我疼你，爱你惜你啊，敢讲你拢袂记啊？无可能。不可能发生这种代志，是真的啦！我讲的拢是真实的啦！我答应过你吼，对你讲的话拢是真心话啦，绝对袂甲你骗啦。是的啦，我知你人真好，嘛真关心我。啊，不过你嘛袂当侮辱我的清白，编一寡故事来骗我。啊，我因为安尼嫁乎你啊。我绝对无讲白贪，你爱我哪做，你才肯相信我。地府有人确实看着咱两个做伙。这。啊，有啊啦！我想到啊，虽然讲无人情吼，也毋过有一只好意当证明啦。虎爷甲我是好朋友，伊嘛捌你啊。我即摆吼，随意甲虎爷带来，甲你讲个清楚啦。你看起来无参详细个讲白贼骗人个人，啊，毋过伊讲个若是真实个，我毋着变成一个无守妇道个人。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无可能，无可能！伊是骗人的，伊是骗人的。阿浩，阿浩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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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安怎啦？那好哟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唔讲话，我哪知影你是安怎啦？我知影啦，你是毋是食物件吼，然后去摕着，来，我看卖啦。无啊，敢毋是下海落去啊？无啊，啊好啊，你讲啦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出去，啊？
你出去听着无？倒去啦，我看卖哦，我替你办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出事你吼，别惊别惊。哎呦！好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这么意思的呢？我正要关心你，要替你解决问题，你竟然敢杀刀？你讲你是水气点了？那你到底什么问题啦？我真正不知你的意思啦，安尼啦，我带你找大夫啦。哈，我哦，好啦，你不爱去就卖去啦。也唔讲吼，你明仔加去记者啦。行啦。开门啊！开门啊！金头。嘿，哎呦，我是你。哎，你叫我等下过来。是的啦，同款小姐吼，约好啊，要带一个人来见你啦。拜托你，我入去啦。无啦，阮老爷有交代，不准你入来。走啦，走啦，行。金头，金头，在。你这个不正经，还找人找乱下。去网吧。掉去。那我袂叫哦，你又讲我袂叫，我现在来八号你袂讲话。好啦，我嘛叫伊上人吧啦。金老爷，拜托你啦。我要记镜头一边啦，不可能！伊要带人进来，我即摆人已经带来啊啦。我答应，卡叔吼，伊若是搁想袂起来，我放弃，袂我甲伊讲固定啊啦。你免来佚佗，我无可能相信你讲。伊真是找着林进啊，那你讲的话，敢袂是真实的？快点，我要记镜头啦！你见到？啊，无你莫怪我无情，今日该拍后生。好啦。就准讲吼，你要甲我拍死，我嘛是要记镜头啦。好，我就完成你心愿，你两个拍死。好，走啦，危险啦，拍死。阿祖，你是干会来哦？我甲你也无熟悉，你想哪要替伊做人情？你变成好阿母，你强别蔡玲跟你做伙，你家己白记哩啊！啊，我来向你解释，我脚底有事，蔡玲替我搬去，我替恁两个人扛恁人啦。阿婆，你是你比啥？我哪拢看无啦？嗯。你的手受伤哦，你手的包要落去啊，我替你顶包啦。阿婆，你的手哪会怪怪？哎，金头！哎，小姐！金头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你要干？进来到，进来到了。哦，你没惊，没惊，阿爸你好。你跟好爷真是是朋友，那你讲的话就是真的啊。你卖个病啊！你若要食就食，啊唔食就卖食。我食到这么侪回吼，唔捌看这么歹伺候的人呢，我就想要挡袂住，我无要陪你耍啊。那呢？你无要搁饲我哦？你也唔过同齐时哦，你约束好神呢。我替你解风水，养饲我一世人，你即马反悔啊？家家我有你饲嘛，一个人生活费用哦，互你卡楼开，一个月差不多15块啦。像你这班呢，如果乎你活到100岁哦，嘛差不多是9000块啦。我替你算过，这的钱啊，那拢当做一解乎你哦，差不多是9000。啊，你利息摕起摕去算哦，差不多是8000块。9000扣掉8000，佮剩1000。啊，佮有哦，你即几工伫阮遮食的大清的药，佮皮啊、碗盘、弄破、佮洗衫的钱，拢总扣扣起来，佮剩你佮欠我10块。所以这10块，我袂甲你客气，你食老食可怜，把我看袂紧，等下，等下。真是啊！20年前啊，你也是安尼甲我算下。经过20年，你一点仔都无改变，只嘛同款算盘遐敖打啊！我甲你讲，我今日倒转来，是要来讨一个公道哩。你讲啥？20年前，你是啥？哦，我想起来，你是20年前迄个三书生，要等来找我算账。那你进前
替阮的祖先用风水的代志，唔得拢是咧骗我。你倒是甲我讲，你替阮祖先风水动啥物下手？你讲啊！有祸盖棺，祸都不是主，祸那是主，天理上帝，并且是主。原来老百姓在真正是二十年前多一段姻缘，所以伊才经好变西乡这个时阵倒转来，做法要从煞气的西乡印头身躯顶的。咱若照那个看来，伊介绍外方客替真正是做风水，当然嘛是压倒赚白牛。老百姓到底还佫穿偌济陷阱，要真正是来挑呢？真是真是，今日破财算小花代志，个性不改。当然跟你讲，祸都不是主，用世界的好牌，看在官某的顶面。你若是祸是主的时阵呢，是天道地利反转，阴变阳，阳变阴，反倒等要治你杂件事。但怪讲我心肝狠，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我只不过是替天行道。另外一方面，自从老半仙离开了后，庄阿头就发生鸡公未叫鸡母啼的怪事了。像伊讲，鸡公啼应该，鸡母啼就抬。庄阿头大家拢真着惊，豆豆啊，突然开始怪罪真阿是啊，讲拢是伊伫个外府去财官，来冒犯了好爷因果。李老头，你家当什么上下？真啊是，就是你当初向好兵呛声，搁按好恨，才得罪着好爷。你家己作孽，啊家己当呢？竟然拖大家对你受苦啊！啊，好，既然你敢对好爷呢，我今日赶快饶你，要来绑起来，踮好兵岩三米三日，然后过来淹起来，安尼哦。好爷才会消气啦，起码就是你赎罪时间到啊！来啊！你讲真，我就看到背罪啊！我拜托你，你别对我上车啊！拜托你啊！阿公，阿公啊，你那个金牙车拔起来啦！金牙车你做着好兵，也要给淹起来来向好兵背罪啊！你们说？我拜托你，放过我老爸啦！他说我阿爸老下面唔对，我万一当天我阿爸恁出话，我拜托你放开伊。公，好了，看你的面子了，我就放你阿爸耍了。多谢各位乡亲，爸。云卓小姐，啊，我已经帮你阿爸，啊，你敢愿意答应我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我希望你会当嫁给阮孙。什么呀？印度小姐，啊，你甲阮阿仁已经有以下婚事的结婚啦，啊，你若无快成亲咯，搁拖咧嘛毋是办法啦。董老伯啊，你莫后白讲，我是真病的。当然啦，这件代志也毋是讲你自愿，你爱的，就是因为迄天你咧成亲的时啊，这个好兵突然间转向，你有好兵的红军照着端劈头去啦，啊，清醒了话。第一日看到查甫人就是阮阿弟，原来泰林讲的都是真实的。你头，我早就来讲过，我讲的拢是真心话。你敢真实要错咯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对我输给伊讲，我昨下未心惊拜堂，我就对别个查甫人走，我阁主动甲家己送予伊，才会发生这种代志。我是不是真袂见笑？像我这么袂见笑的查某，嘛已经无清白了。你干要找我来创啥？哦，就是安尼啦。我应该去死，我应该去死。金龙，你是创啥啦？金龙，你创啥啦？哎，金龙，金龙。
任桃知影家己甲泰人果然做过一夜夫妻了后，竟然怎行入煞胡云去了？伊是要安怎承受这款的打击呢？到底什么情形？马上进入，嘿，真是怪病怪病啊！但是有种病症啊，我替我确定。什么病症啊？你特别做老爸的啦？啥？啊，你是在讲啥？啊，樱桃姑娘即摆已经有信啦。你讲你家有意啊，夫妻之事啦？啊，这囡仔不是你也无想的。哈？我要做老爸。我要做老爸啊！哈哈，谁讲你当做老爸啊？上无我还摕一挂骗金来。骗金，大家听我参详啊！我只上烦恼就是樱桃啊，一直昏迷不醒呢。这不是滚生球呢？死狗会出人命呢？来啊，来啊，大事好啦！哎呦，我代志敢无够多，是够有啥物代志唔好啊？咱到前面海边遐的船吼，无缘无故全部拢沉落啦。老弟们，那安尼啊，我想了想了，一定是咧好运的关系啦。啊，今嘛，那就迄个老百姓会当救我。黄金桃，你替我顾好了。老百姓，老百姓，你伫对啦，老百，我真噶，今日做来只鱼养杯，我就以这好的过来，我今日要将这好命斩掉，把好命放掉啦！好命，我总是给你斩掉，我看你别个作乱！你等下！哎呦，下嘛啦！你我家大什么创，还能行一段？来啊！你有要紧无？那不要紧，那只是哦，就忝，想要去买歇去。今仔下找无老半仙，气节到地娘，竟然说压波头啊，斩断好边缘，好正嘛，因此受到影响，身受重伤。也想袂到，今仔下一个登到厝的娘，煞变做查某体啊！这到底是安怎丢的呢？那你别放大。哎，哪里？哎，讲到咩啊？哎，你过年是要创啥？哦，阮大家哦是要来看樱桃小姐，伊人敢发火啊？对啊，伊人发火。哎，拜托，恁较细声嘞，恁那内吵着阮小姐了。你什么代志啊？你吵吵闹闹。啊！你无其他啥？啊，无是啥？哎呦！啊，真假呢？吼，你惊死我！我老伙仔心脏挡袂住啦！惊死人哦，用你吐死！我老伙，你这人吼，那这么无礼貌，弄无哎呦！其他啥？你是中着啥哟？今仔下敢是因为破坏好边缘再来刷掉呢？还是讲伊挑工假，要来替查某囝引头动刷呢？其他啥？啊，无是啥？哎呦！啊，真假呢？哦，你惊死我！我老伙仔心脏挡袂住啦！惊死人哦，用你吐死！我老伙，你
恁这人吼，那这么无礼貌，拢无爱哦。是哪只？你是中着邪哟？哎，你嘛足奇怪嘞！啊，人明明都好好，那是讲人中邪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你规大群人来，阮倒是要上邪。阮大家是要看樱桃小姐。对啦，我嘛两家来嘞。是袂到，恁大人这么关心阮家的代志，我而且代替阮金桃跟恁谢多谢。我承担袂起，承担袂起。好啦，金桃小姐拿平安就好啊啦。哎，我今日袂阁夜去。哎，你看，已经来一大人光啊。哎，这个方向哦，好谈一个好朋友那边嘞。哎呀啦，哎呀啦，我有病。哎呀啦，大事满啊啦，好朋友都等见啊啦。啊，好朋友都等见。是啊。是咪你？那嗨，真是天理呀，急所难躲啊！阿虎啊，阿虎啊，阿虎啊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阿虎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来哭啦？是什么事啊？你想到你要死啊？你不会死啦，你该不会救金头呢啊？阿虎啊，你想到了啊？阿虎啊，你的身躯在顶海娘里呢？阿虎啊，你不会死啦，金头今毛生命危险，你若死啊，唔就留我一个人。没事，你跟我讲，看有啥办法，我会当救你啊！老，我知啦，是老对不？老伯先，我就要找老伯先来救你，你等我，袂得死啊！你是安怎啦？阿虎啊，你的身躯来变安尼啊！阿虎啊，阿虎啊，你袂死，我不准你死啊！太爷，你唔通搁再伤心啊！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。阿虎啊，你怎啊？我唔爱你离开我阿虎啊！金头，我的好兄弟阿虎已经死了，你千万就唔通离开我，但是等你都离开啊，安尼我阁活落去是有啥物意思？金头，哎呦，你这个唔正经哩呀，你敢来从金头咧勾勾滴？你目睭我无咧看咧，我金桃花下个就要亡命诶！你想做咩蜘蛛粉啊？那样的恐怖！哎呦，你哪安尼讲话？那用是四滴一排胭脂水粉，你唔捌会？哎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吼，你来变安尼啊？你是丢狗哦？哪有？人真正常啊！金头的乖乖查某囝，你真正是风言无名。啊，你今日哦会变甲安尼，又是你衰要人害啦！啊，你今仔紧精神嘞，你千千万万唔通帮阿爸孤单一个人。你有听到无？林可，你几时呢？太林，你是谁啊？
金头，你头壳小拍影响，两三百你也认不出来。你变干的算认得出来啦？阿爸，真的变干的。金头啊，你讲起来回头长啦。杨阿爸，你上贵啦，我刚金头讲话啦。大哥有啦，请你卖影响着伊巴肚内面囡啦。啊，笑就笑。太林，我是一个无守妇道的人，我已经无亲爹啊，你敢搁要治我？当然嘛要治啊！自从咱两个头一摆见面的时阵，你捧我来我家，我伫咧心肝内，我就希望你娶你做某。虽然讲尾啊发生过真侪代志，但不过，迄是因为好变转向的问题，并不是你的本意啊。而且我阁对你周转过，讲我要爱你一世人，疼你、惜你，袂甲你骗。但过你的每一项代志，我拢会做到够。对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真心话。你欢喜的时阵，我就陪你欢喜；你无欢喜，我就陪你欢喜。你永远拢伫我的心肝内。有你这句话。我都好心了，金头，金头，金头，你先转啦！哎呀，金头，啊，刚才那个火气啊，先转！哎，敢是你让风来害啦？风要伊咩害死？你别讲无赖呀啦！为呢？为了我这边看到金头死，为着他活着。哦。贪污查甫人的欺骗，老爷，老爷，外面有谁人要找你啊？是谁啊？啊！哎呀，我当作是什么人呢？原来是夏前老大，你大概讲的。哎，夏天大啦，啊你无认得哦，你较细个，唔好你发发电嘞，啊你发电我唔敢哦。哦，哦，是来遮就看遮来恐怖画面啦，惊死啦！卖讲十条啦，把叫你惊死啦！走走走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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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佚佗，卖佚佗。喂，我问你，你欠我的钱嘞？钱哦。啊，讲到钱吼，就硬气啦。我讲夏天大。喂。我叫夏建，夏建讲好啦。啊，夏建。嗯。夏建大，请饮茶。夏建大，你唔通生气啦。啊，讲到这件代志哦，其实我嘛我苦衷呢。不然要讲我死啦，你欠我五千块提来啦。五千块尔嘛，啊，这五千块对我来讲根本就是小数目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这吼有五十块，啊，这五十块先提起用啦，啊，剩的钱我连讲亲身送去行李。哈，你是我真孝是吗？五十块，五十块，反正小酒都无够啦。你看清楚，看清楚啊！做钱用正白好，豆腐排中多啊，人来抬人，富来抬富啦啊！我知我知啊，哎呀，不过。我今仔真的是有困难嘛，啊，林刚哦，我若是有钱哦，一定摕去害你啦。困难哦，什么人无困难？你我真孝顺啊！啊！拜托你了，娘的。好啦，我这边哦就了下你哦，这五十块我给收起，给你三天，钱我还了好。啊！要若无我见你一遍，我就打你一遍，知无？喂！啊！啊！啊！你是真正找无老保险，你见到我就无救啊！我是要安怎？哈老婆子，我总算找到你啊！哦，你敢知影前几工我规个庄仔头找到头，就是找我你的人。后来你离婚到，
老婆生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门口夹只讲，夹。哎呀，讲到你这孙哦，实在接不下。啊，只敢只搞哈乱乱事啊！你敢我想只阿公等阿公看者，你若早等来看阿公，有当可能老本事伫咱遮。老婆生，刚刚这几天拢伫阮家。是啊。阿公，你若唔紧较早甲我讲个啦，你明后知影讲我咧找老半生。半生啦，紧个啦，快去救镜头啦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别你也赶紧啦，你快点下去。哦，镜头有滴要死啊，你给我心静啉水哦。你放心，镜头未死啦。真是的。阿姐啦，免着急啦，你坐咧，慢慢听老半生个说片。来，阿姐。我跟你讲，阿兰饮头的代志是我暗中当下手的。是啊，你全家会变成这样的票，是我个人的私心，也是我调过要来处罚的声响，要让三阿公做人唔当遐尔刻薄无情。阿兰你哦，那饮头的代志。那是我暗中哦，要来促成你这段姻缘。我来愈听愈糊涂啊！你敢会当讲啊清楚的？这个话要按二十年前来讲起啊。原来当年老半生因为一心求道，结果不过浪费兼落魄，加在真阿社因某正好心提钱个赞助，但是当生的真阿社知影了后，都不是找老半生要讨钱啊，讲钱难行伊，都要叫人家怕。到底这时阵，老本仙真好运，又过去拄到太子因老母。太子因老母甲老本仙根本都无熟识，但是原来是出手帮助这个生运人，和老本仙真感动，决定讲一定要报答太子，嘛要真阿是付出代价。现在老本仙一个看，都当认出大汉了后的太子呢？这个答案就伫太子的脚底。当年我发现了你脚踏出青，那是飞龙在天之势。注定爱富贵一世人，但是飞龙在天，金气盈满，或者比做行龙优惠，会造成你衰尾一世人。所以我调过伊伫七千台阶的脚底，用香来取一个记号，也就是让你变成脚踏八千，衰尾一世人，来破你飞龙在天之势，让你辛苦你有感啦。哦不怪你当初在街仔路小赌的时阵，你会讲你捌我。这一切啊，拢是注定好事啦。其实，我对钱啊社，我的怀恨在心，等待机会是我们的报复。小妹哥，我温情人的囝，去爱着我温秀人的查囝。哎，你做只公乖，看破一段混乱，所以啊，我才跟阿公哦，暗中合作来促成你家金头这段姻缘。阿仁啊，今仔下会向钓你好兵盐，搁查查叫我验起来，这一切拢是我跟老板是串通设计，主要目的就是要驾驶今仔下。哎呦，你两下真无意思个呢。还要失去一个好兄弟，还阁吃海南地苦嘞。你放心，好也并不是，伊只是功德圆满，已经成天做事，也替欢喜才对。真是啦，哎，实在足好个呢。发生啦，今嘛吼，关于到爱去边头啦。无问题啊，时机嘛已经到啊，行。代志敢唔通像老板先所讲遐顺利呢？今天想来咱讲，这一切都是老板先在变鬼的，伊有什么反应呢？我跟你讲，当初是钱阿霞，伊逆天之势得到这个祸都不食主，这个祸害，祸都是不食主啦。啊，好啦，是做的时阵啊，就是天道地理转变，也安尼反倒正在刻着伊的囝儿是谁，
所以啊，现在也查囝饮汤，这话白拢未好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大安是老半仙就顶做风水，我饮汤会当佫精神过来。那哪呢？现在真啊是会变做查某体呢？原来真甲风水做滴话好些嘞。一盏灯好边就是破坏家己的风水，再受了牵连。今麦风水改变啊，麦当回恢复正常啊。这些都可以吃。金头，你真是啊？是啦。太灵，这个虽然就是话好些啦，也不过真啊是吼，年纪多长那个好边，所以啊，那个好些的灵气渐渐的流失去，我有算过。经过半年了，你好血变成就死血，所以你要赶紧趁着中元节去做生意。不管你做什么，赚什么，也无你所赚的钱啊，只是有够来赔钱啊，写借无余。哦，我知啊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丈人爸嘞？我前世的时阵，阿爸跟我讲，伊要出去赚钱做生意啦，啊，伊物件款款嘞，就出去啊。我看哦，伊是借酒临门，赶紧走去避啊。老板生，哪能我老爸干嘛做成什么危险？啊，不是哦，未过啦，是时机未到啦。也伊即马吃淡薄仔苦，会用算讲哦，减轻淡薄仔罪孽。也无恁恁吼，百岁年后去阎王遐就凄惨。这，金头啊，你免烦恼啦，老板生讲了无唔对啦，你阿爸吼，加受点仔苦，人才觉醒。老半仙有影是铁口直断，这个真阿霞真正为了要闪避债主，伫外口走路，真阿霞心内感觉真亏欠，愈久无转去，就愈唔敢转去。离开半年了后，已经变到伫外口流浪，甲乞食差不多啊。目睭前，伊甚至连乞食都也较不如咧。你是咧看啥？我看那不老是也有款啊，那个无这么慢吃好不好？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啊，你慢慢吃啦，好，无限少哦。啊，这么慢吼，其实嘛是人保持好吃的。咱今日跟大家吼，有一个小姐吼，就保持第二慢。听讲吼，你跟阿爸比好皮啦，啊，你也吃无够，用锅边吃啦。啊，多谢你。金头，金头，我爱查某囝，金头，这是是你，你的病弄好啊？是啦，是太灵救我。太灵就照老板先所讲的，甲金头去开一间布庄，啊，结果生意袂歹，这步嘛头头行清啊，也以卡大八七带水名家，都伫咧即天发生了疗伤未够的转变啊。阿好啊，你即卖已经新鲜啦。生活用过了真快乐，我甲金头一定是红阿婆啊！而且金头阿哥也着要生啊嘞，这个囡仔吼嘛是分你的福气才有诶。哎，你咪有白讲话啦？嗯，看你讲敢先唔对。阿好，真正是你，兄弟，好报恩，恭喜啊！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多谢你，兄弟啊，你即马做生意啊吼，干好清气啊，真正无共嘞。唉，那是本人的福气啊。啊，不过我阁有一件代志还未完成。虎爷即摆下凡，竟然是另外有任务在身，敢讲两人的缘分会有意外变化呢？还是怎啊来有代志要发生啊？兄弟啊，你即马做生意啊吼。看好清气啊，真正无共嘞。唉，这是本人的福气啊。啊，不过我阁有一件代志还未完成。什么代志啊？
太爷，你太安奈啦？阿好，你爷送谁啦？太爷，你唔免紧张，好兄弟敢会把你害，我是来斗三工啊。原来虎爷用自身的灵气来灌入去太人的脚底，帮助太人恢复本来脚踏七千的富贵命。这拢是当初太人好心帮助虎爷，今仔日才有这款的好报。阿虎啊，阿虎啊，多谢虎爷。哎呦，李阿姐，你今来哦？我做老高了，你自己做辛苦吼。老板生，阿弟哪来玩家？哇，阿弟把酒搁好啊！啊，你我知呀。哇，变家你凄惨落魄哦，拢是你害。当然咯，也若无我，你变那啥人情的可贵。你，啊，我今日哦是要还你100块的啦，啊？太人啊，啊你前下所赚的钱啊，先增加这物料，是不是还剩100块啊？啊，是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剩100块，哎，先我先下下。啊，啊那安尼，我唔是要开始做买啊？啊买啦，你放心啦，我爷已经将你卡底地背了水笔钱化解掉，按即嘛以后你就是大富大贵好嘢人啊啦。真是了。小龙爸。真好真好，我嘛想通啊啦。啊，命底若是有的时阵吼，就是有啦。啊，若命底若无吼，嘛免强求。人咧讲吼，食果子爱拜树头，啊，若啉泉水哦，爱梳圆头。啊，无钱的时阵吼，咱就爱乐天知命。啊，若有钱的时阵吼，咱就爱知影感恩，爱加做一寡布施甲救济人的代志。哈哈哈哈哈！吃个大风大雨，开叫啊！好，下单你讲给我100块，就别给了你。白灵师更加熬讨食，嘛无靠多吧？在你更加熬叹，嘛要卖着亲情甲人情。钱会晓用才是钱，那无只是当而已。